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羊跑了，刚刚没追上。姑婆给我打电话说，羊已经到上面，那个羊圈了。这羊真猛，狂奔5公里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到我姑婆家了，去看一下羊啊。这后面是我姑公啊，来的比较迟，我姑婆把羊都放出去了，这是生宝宝了，看这小羊。我家那个羊它也怀孕了，过3-4个月就要开始生了。都养出来这么大洞啊，看这小羊好可爱，以后我家羊就这样子的啊。现在是我家那个羊啊已经怀孕了，如果我今天啊，如果我强行把它带下去啊，就怕它流产。现在和我姑公商量一下，叫他把羊群下次赶下去啊。到时候我就直接把羊搞回养殖场就可以了。你那吧，看小羊好可爱，这还生了一个黑山羊。这个黑羊憨头憨脑的哦。这撒尿啊。这小羊太可爱了，这么可爱的小嘴巴。朋友们，现在准备下山了，那小羊也太可爱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啊，拜拜。